大家好啊，我是 Rex 啊，今天就跟大家示范这个魔术 get。 这里呢有两只黑色的 jig 啦，同埋一只 joker 嘅。好，我会将 joker 咧摆落两只 jig 嘅中间位置嗰度，好似咁样。跟住咧，我会将啲牌咧洗落中间嘅位置嗰度嘅。好，观众未揀牌的嘛，而家就揀啦。咁我会咁样扫啲牌嘅，叫观众嗌停去揀隻牌嘅。好，停，好似咁样。呢隻系咩牌嚟嘅呢？一隻梅花烟。好，记唔记得头先两只中间嘅牌系咩牌嚟噶？系一隻竹卡嚟噶嘛？好，当我摊手指嘅时候咧，两喺竹中间咧，嗰个牌咧就会有少少唔同噶啦。头先观众拣嗰只牌系咩牌嚟噶？梅花烟。咁两喺竹中间嘅牌就会变咗做梅花烟噶啦。剛才呢觀眾未揀了一隻梅花煙的，那我會將它放落去牌的中間位置那裡，跟住將一個 jig 擺面，一個 jig 擺底，好像這樣。那觀眾的牌就一定在兩隻中間啦。現在就真的在兩隻中間了。